微风起，触碰千山的光，风云动，惊起千层浪，用记录描绘，用视线连接，连成一座天地间闪耀的宫殿，一座座地标从想象中浮现，建造的神奇无处不在，坐地日行八万里，你就是大山大海，你就是家国天下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六集纪录片《大国建造》，敬请收看。